以再问一下，为什么这个名字要叫泡饼？啊，这个泡饼是我们老一辈的，他们吃泡饼的时候，就是把这个泡饼弄碎，然后冲肉开水再泡着吃，所以叫泡饼。那最古老的时候是从边的厨师开始。是很清楚，如果真的会有个外号，那就是太阳饼号。你知道你是在店里面，在你的店里面还是在我的店里面？在饼，对，饼。我们现在第十，第十哦，应该会老板的。我们比较有名的就是芝麻饼，它算是一般的饼。那光饼吃的话，我不用你切切再拍啊，好啊，好啊，谢谢你啊，谢谢，我切切再给你拍。好，有啊，哎，这样长一圈吗？为什么要叫护理主管？这才是护理主管。这箱装满了一箱东西了。这种不用介绍吗？不用吧。你介绍你们最有名的这个，它的原料是什么？我说，我知道这个是你们最有名的，那它的原料有什么？芝麻、蛋黄、冬瓜。那像这个花粉树的话，它是算是我们店的独家产品。哦，就它里面店才有。是，它里面是山茶花花粉，那里头就是山茶花花粉啊，面粉啊。安佳奶油，虽然是我们店的家常菜，它全部都是这个奶油。那吃了可以养颜美容、养生，因为它在皮里面就有独特的花香味。它不甜，但是奶味比较重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它叫护理老板？对呀，这个问题你要问老板的，护理护理师。淡水，最古老的淡水叫做护理。那我可以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可以开，帮你开张照吗？对啊，帮你开张照。